下面有障碍物吗？有障碍物吗？好，好了，感谢。你看本子都没收，你就知道有没有鱼了。好，这得啦，没啦，都修啦，没有在我两边都有刷了哈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测试就知道。走。哇，今天的天气不错，早晨的暮光，但是咬矿还没开始，那你们看看周遭的环境，哦，还不错哦。哇哦，希望等一下流水到了会有很好的咬矿。哦，好久没来金湖了。啊，这次由森哥介绍的棚位，来钓看看今天的咬矿到底如何。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喽。哦，那我们就来组钓组了。天一亮，看到这水色非常的浊，只好用内力了。哦，啊，我等一下来讲大概怎么钓。水浊怎么钓？就钓那个啦，磕旁边啦，越旁边越好啦，希望有带内力啦。你看，又脆了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水都在钓旁边啊，越旁边越好啊，就越会咬。对对，水浊就钓旁边点，越旁边越好。来看，没有，不无聊啦。我做的这一棚干草底水深大概2到3尺深，没有很深啊，但是水浊在这个位置刚刚好会咬，能见度还够啊。
水太浊了，只好用内力了。从干潮底到进水都还是浊，现在已经快八分了，才开始渐渐的清了。希望有好的成绩啊，不然真的是个龟哦。阿格，满潮了，但是整串颗只能看到一颗，实在有够浊的，但是还好还未咬，不无聊。螺子会缩，那我当然用螺子了。体型不错哦，光水平而已。体型 OK。
不够。Thank you.
打完收工咯。今天的咬矿要做好吗？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因为它咬在满退的时候，没办法，进水干潮底都不太咬。可能要过阵子，应该咬矿会更好，体型会更优吧。OK 啊，最后的收获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